咁现在咧系进行最后一项嘅合并辩论。我喺呢度咧就提醒议员，根据议事规则第70条咧，一阵间三读嘅时候，议员系唔能够辩论嘅。咁以往孙议员嘅要求就喺第一及第二条纳入本条例草案进行嘅辩论，即是而家我哋就要进行呢个辩论当中，就让委员说明佢系唔系支持条例草案，同埋就是否支持咧提出佢嘅理据。但系咧，委员喺呢个辩论里边咧，唔应该再评论政府嘅各项嘅政策以及各个总目嘅数额噶啦。咁现在有冇委员？